嗨，大家好，我是想念。前两天有粉丝私信我说，在饭店吃到一种黄瓜，非常的好吃。通过他的描述，我就知道是哪一道菜了。今天我们就用这两根黄瓜给大家分享一下饭店里面的这一道凉拌黄瓜。性感的黄瓜先把它清洗干净，这里一定要多搓几下。洗净的黄瓜先把两头给它去掉，这个把瓣我们稍微多切一点，因为它有点苦，不好吃。用刀把它配碎。这个黄瓜瓤我把它去掉啊，我不喜欢吃，大家如果喜欢吃的话可以留下。然后把它切成小一点的扣扣，黄瓜配好后加入少许的盐，搅拌均匀，先给它杀一下水分。锅内下入少许的油，油温五成热，下入干海椒节、干花椒，用最小火一起把它炒一下。闻到这个胡辣味非常浓郁的时候，先把它倒出来备用。辣椒炒好过后，把它倒在案板上，用刀直接把它剁碎。这样子制作的海椒叫做刀口海椒，非常非常的香。大蒜籽把它剁成蒜末。锅内烧一点纯正的菜籽油，油温烧至八成热，关火，先淋上少许的热油上去。用勺子把它搅转一下，再第二次淋上热油，这样才能把蒜末和刀口海椒的香味彻底激发出来。刚才拍好的黄瓜直接装盘，鸡精、白糖、醋可以开胃了，薄盐、生抽，舀上刚刚呛好的刀口海椒，最后撒上一点葱花，美味继承。非常美味的一道胡辣黄瓜就已经做好了。这样拌出来的黄瓜和我们用红油拌出来的黄瓜香味完全不一样，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着，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下。最后想念来大家尝尝看，我们在吃之前一定要这样子把它活转，这个味道才有。开整，黄瓜入口的时候特别脆爽，然后胡辣味非常浓郁，带着一点酸味，非常的开胃下饭的一道好菜哈，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想念，咱们下期再见，拜拜。